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43集的节目。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是属于 G2 Universe 的 Cloud Cover， 直接翻译叫做云层啊。那我很喜欢它的包装盒啊，这个画风非常的美式，我很喜欢，很好看。那这个玩具的话呢，从真正就是包装盒跟玩具的配色有吸引到我。它的基础模具呢是来自于这个是围城还是地球崛起啊，反正就是一个白色喷气机的一个模具。那这个白色喷气机我再提一下，除了这款原色之外，它还有推出一款这个迷沙漠迷彩配色，叫做 Sandstone 沙暴。还有没有其他配色啊？我不是很清楚。但是呢这一款的话呢，我先提一下，它这个白色喷气机的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双人包，它是跟碗哥一起的，所以你要购入的条件稍微严格一点。然后那款 Sandstone 的话呢，刚推出的时候呢很抢手，之后有一个大量的铺货。但是那款 Sandstone 呢，白色的这个塑胶呢很多都变成绿色，就是有绿就是整个变色的一个情况非常的严重啊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Cloud Cover 云层的话呢，我第一眼就被它的配色所吸引。首先它基本的配色是蓝跟白了啊，那蓝白配色的玩具其实对我吸引力都比较高，像 Ultra Magus还有哆啦 A 梦，对不对？都是蓝白配色啊。然后它的跟这个基本上呢没有什么改动，除了说这个标志变成了 G2 之外，其他几乎可以说都是一样的。那关节的紧实度啦，变形的这个松紧度呢都是差不多啊，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武器你可以扣在这里，你也可以扣在侧边啊，当然你也可以扣在前面这里啊，都是可以。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可能是扣在后面这边感觉是最好看的。它的飞机的形态呢有透明的驾驶舱，但是它这个模具最大让人诟病就是它没有起落架啊，它直接这样放在桌上，非常的非常的朴实无华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Cloud Cover 的变形过程。武器可以先取下来，那变形的第一个部分我习惯从这地方折下去，然后呢这两根部件拉出来，然后腿呢往下拉出来，然后呢黑色的这个凸在这边，然后跟这个蓝色这个黑人跟阿凡达的一个组合，然后两腿给它打开，组合完了才两腿打开，这个顺序好像不太对啊。然后呢把脚掌呢给打开，越听越奇怪了是吧。然后呢再来呢捏住这个肩膀的地方呢，然后呢把它的这个背部的话呢往后啊，不对，这里要先戳开这里啊，先戳开这里啊，翻开来翻上去啊，这里先把它给戳开来，这个地方打开之后啊，这个部件才能够往后面翻下来啊，这里差点忘记了。然后两只胳膊呢往两侧给打开，头的话呢给按，各种奇怪的用词遣词啊，头把它给转过来之后呢，然后把这个头顶盖呢这个地方给掀开，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啊，把它往后面折下去，然后呢这个地方盖上去，盖上去的时候注意一下这里啊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左右两侧互相咬合的，咬合住的话呢它才不会往内推进去啊，这里要稍微记得一下。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倒钩出来啊，然后这里卡住，这样一来的话呢整个结构呢就很稳固了。胳膊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拉开来，然后呢胳膊整个伸出来之后，这个部件往下压下去啊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凸，对，黑色的洞啊，这个把它给扣上去在这个地方。那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啊，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撬开来，然后呢整个胳膊伸出来，伸出来之后呢这个部件往下压下去啊，然后黑色的凸，对，黑色的洞把它给扣上去，拳头恢复到原位。然后呢脚侧边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个两片部件看你怎么习惯怎么摆吧啊，那我习惯是把它往后面推了啊。然后呢那的这个武器你也可以让它拿在手上啊，一般来说的话他们都是会扣在这个怎么，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既然它作为一款比较特殊的玩具，我们今天就把它给握在手上好了。那它的这个缺点可能就是手吧，手整个是黑色啊，反而的话呢就不如还是把它扣上去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，因为它的手是黑的，然后武器又是黑的，好像感觉就是一整个就是连在一起啊，可能没有那么好看，干脆把它还是扣回去它的原本奶射线的这个位置吧。那我们就可以稍微跟原本的模具相比，唯一的差别表情的部分，它是一个紧闭的不对，应该是说一个比较严肃的脸孔。然后呢这款 Cloud Cover 它是一个张嘴怒吼的表情啊，这是两者应该是唯一不同的地方吧，其他的只是配色上的不同而已了。
然后以关节的紧实度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两者几乎差不多，几乎差不多。硬要说的话，它的膝盖比较紧一点，这款 Cloud Cover 呢比较软一些些，但还是能够接受的范围了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具啊，本身就是比较好玩的模具了啊，就是经典系列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变形金刚的代表性的模具之一。这个地方可以再抠进去一点啊。除了腰身不能动之外的话呢，大部分我们能想到能动的地方差不多都能动啊。这个地方抠进去啊，这样子再来做一个膝盖的一个弯曲啊，脚也有一个接地啊。那背后也给各位看一下啊，基本上吧，是我喜欢把玩的一个变形的难度啊，也很适中，颜色呢也是我喜欢的啊，价格也没有很贵，我是第一时间就预购了啊，就是台币是不到1000块钱就买到了啊，那现在价格怎么波动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啊，个人挺喜欢的，那就利用这一集呢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